在这个实验中，你将会探究物体的形状对空气阻力的影响。用两张手工纸分别接出长方形盒，同圆锥体，以胶带固定它们的形状。从大约两米高的位置，同时松手放开纸盒和纸圆锥体。纸盒和纸圆锥体的开口部分必须要朝上。重复上述测试数次，纸圆锥体先落地。这是因为纸圆锥体承受的空气阻力较小，以较快速率坠下。